安尼已经差不多啊哈。嘿，这样个，这已经拢有加。农民白当林顺势着金龟园，以及明仔个要开始采收。这种为日本引进的荔枝金龟，虽然管理照顾顶头较高工，不过属于高经济作物，因此白当林六年前为工业局退休了后开始试种。阮这拢采用半年，因为这拢够棒啊。这款来收成有较好，比咱的稻啊收成较好一寡。这款这要管理无好管理，啊有的种花种的，那种不起来，人今年就不爱种了。歹管理是倒位部一部倒一部分。因为伊这款的有较会着白粉，啊你白粉若着了后，伊长就会败，啊败你长就算粒仔也袂好了，先败长的时候，粒仔就袂起来。白当林表示，一开始种无经验，真侪来摆起，后来才偷偷找到栽种的技巧，当中有袂少农民故意歹管顾来放弃。进前是四五主人在种啊，啊，即摆袂种无起来，拢无种较济。这种金龟唔那是口感好，而且是正营养的食物，食过的人客拢正饿咯。所以虽然价钱是较悬，不过每年预定的人也是正济。现主时都还袂到市场去，但是那个遐人家三家吼，大家食到的口感，对这荔枝南瓜啊，大家拢有真好的成就，安尼伊就讲伊。拢要继续过来使用啊啦！白当林表示，金龟不管是家己食，还是当作伴手礼，拢正适合。今年产量有较少，数量有限，所以有想要食看卖的民众，过来把握时间。记者林信采访报道。